周五次还是每天两次？哦，一周五次。什么样的挑逗能瞬间燃起你的熊熊烈火？我比较重前戏，所以要让我湿的男生就是前戏要做好，下面也会比较湿。好，遇过你觉得最特别的，对方要求过什么？你觉得哦呦，这个老娘可能没有尝试过。吃下去吧。哎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就是能匹配得上我的身材的，就是其实每天啊，我喜欢早上起来跟睡前，所以一天不止一次。嗯，没错。想到就要来一发的。没错。那你的那个时间要多长？大概两个小时就够了，冲刺时间20分钟，只会冲刺的人可以用。要有快，要有慢，要有频率啊，要求很低吧。叫色编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叫乙型。星座血型是射手座 B 型。你觉得射手座 B 型有什么优缺点吗？只要向往自由吧。是男朋友就不能管你想要干嘛这样？交往的时候我很乖。一单身就会变得比较爱玩。就是有一个失败的感情嘛，然后因为都在家等着他吧，根本没有夜生活。单身多久了？一个月。是谁提的？对方，他喜欢上别的女生。哦。这是我第三次来夜店。哦，也是第三次来夜店吗？你在来之前，你觉得夜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很乱、很吵、很复杂。那今天来体验的感觉是？慢慢有点融入他了。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有腹肌吧，贴心，会照顾人。哦。然后不要太幼稚，成熟一点。有腹肌排在第一个。身材好，看着就心情好。170几就可以，但是180理想型。那你过去历任都是180以上吗？170。理想的频率是一周五次还是每天两次？哦，一周五次，几乎就是每天都要这样。对你个人的这个需求算是高的吗？哦，应该说交过都是我比对方还要想要更多，还要强烈一点。你是倾向于睡前还是早上醒来？晚上睡前，就是两个人躺床关灯要睡觉的时候啊。哦，那会有什么暗语吗？还是谁要先主动？之前都是对方会主动，但是一开始啦，然后后面可能就变成他可能腻了吧，然后就变成我主动，然后他就觉得他在做功课一样。好，你这个等级竟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实在是太不可以接受了，各位粉丝。然后下一题，喜欢全程刻意静默的，还是你更享受铃声浪语？铃声浪语，有些人可能是出声音，有些人是连这个台词都会讲，听到的都是对方会讲台词，听得会开心吧。男生也要有一点声音嘛，言语上的互动这种啊。对，什么样的挑逗能瞬间燃起你的熊熊烈火？怎样？我比较重前戏哦，因为我不太容易湿的底子，因为我在吃避孕药。对，所以要让我湿的男生就是前戏要做好，或者是腹肌要够硬。对啊，下面也会比较好。视觉派、触觉派、嗅觉派，还有什么听觉派？对，你是什么派？视觉第一个，触觉。应该说对方就是喜欢什么，我会帮他。哦，配合度很高。看着他舒服，你心情也会开心。哦，遇过你觉得最特别的，对方要求过什么？你觉得哦呦，这个老娘可能没有尝试过。吞下去吧。你是吞下去吗？我有。那你觉得这个味道如何？要叫男生要多吃凤梨。真的有差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也没吃过啊，但是这听说很像不错。你觉得最完美的做爱时间是多久？我们聊聊前戏到结束。半小时吧。半这么短哦？最近遇到都会超过一小时。你说最近是单身的状态，遇到都会超过一小时？对，同一个人啊。所以你会觉得有点腻？会啊。所以你觉得一个小时也是可以？你要看你对他有没有感觉。哦。你只要对他没感觉，那就不会。有什么肢体接触？一开门回到房间就把你压在墙上那种，你不行。只要建立在两个人互相喜欢。不过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，这个就是偶尔来一下，蛮有情趣的。我喜欢刺激。那你遇做过怎样最刺激的？在火山的路肩上车震。他旁边一大堆车在那边跑，维持多久啊？也没有很久，因为车子太快修过去，男生会软掉。哦，这个是危险行为哦，所以各位不要乱学哦。觉得认识多久可以发生
只能说还是看感觉。啊，又是这个都市传说感觉。曾经有过最短的时间是多短？当天吧。当天在这边认识他，搭上我，然后当天可能就那个发生关系。哦，你来过这边三次，今天不算，因为还没有被搭讪，所以前两次是有这样的经验。前一次啊，你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？三月。上个礼拜。上个礼拜，关系是如何建立达到那一步的吗？啊，反正对高高的男生没，就是有吸引力嘛。对，然后就跟他去。就跟他去唱歌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们两个是很想睡觉。你很想睡觉，是很想睡觉，还是很想要睡觉？他想睡觉，我也想睡觉啊。哦，你想睡觉，他想睡你，这样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两个都想，真的想睡觉，啊，你去哪里睡觉？我家。什么时候你会突然好想要？如何启动你的情欲开关？我比较喜欢对方主动，除非他让我得不到。哦，欲擒故纵，酒精会帮你加深这个感觉吗？那你现在几分？六分吧。一到十分，如果你现在这个欲望的话，你现在几分？应该只有一半而已。啊，一半，所以还喝不够多啊。IG 愿意给跟大家分享吗？对 ，HANNAH 下底线。01210，好，谢谢谢谢。Hello， 我叫社编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我叫 PP。星座血型是？是处女座 O 型。哦，你觉得处女座 O 型有什么优缺点吗？优缺点吗？优点就是很漂亮，长得很好看，然后个性很温柔又大方，然后对人很亲切，然后很善良，然后。哦，还有吗？哎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我喜欢阳光类型。阳光，砂石车司机，太阳光，身材要好哦，要吧？那你的身材好是怎样身材？那个腹肌非常明显，胸肌非常大，就是能匹配得上我的身材的。啊，也是也是也是。那你刚刚说到你之前有让我们采访过东区采访你的，对，你还记得那一集问了什么吗？好像问我有没有？你回答是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，那个是三四年前。对，那现在有吗？没有，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，非常的坚持。回娘家之后还是原来。啊，还是你？那这两三年、三四年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想跟大家分享的吗？我的粉丝真的是因为是我订阅，所以慢慢变多。哦，真的哦？加了多少还记得吗？原本好像就1000，现在就已经20000多。哇！所以陆续这两三年来，就是慢慢累积，慢慢累积啊，就滚雪球那样的感觉。那 IG 多少？等一下抽完卡牌、问完题目之后，最后再来问。你觉得认识多久可以发生？要出来个三次吧。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我们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有点太频繁了。太频繁。不会这么频繁的跟别人出去。所以有新的追求，你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可以。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了，我们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你觉得多久这个时间算是 OK 的？要看在一起是前中后期。哦，还会不一样哦。对啊。热恋期，热恋期。热恋期就每天啊。每天，每天都要。每天。那我问你，你喜欢早上？醒来还是睡前？我喜欢早上起来跟睡前。哦，两个都要。这两个时间。所以一天不止一次。嗯，没错。想到就要来一发的。没错没错没错。哦，那你的那个时间要多长？也不用太久啦，大概2小时就够了。真的假的？那我问你就是，你的两个小时一定是包含了前戏跟冲刺时间跟后戏嘛？开玩笑啦，哎呀。那你觉得？那个前戏跟冲刺时间加起来吗？好，我们先讲个全部的，加起来多久？讲个全部，我觉得讲个冲刺时间就好了，冲刺时间20分钟。哦，这样子，这样20分钟，大概。真的假的？体力很好哎。对啊，只会冲刺的人可以用吗？可以用吧？不可以用吗？只会冲刺，它要有快，要有慢，要有频率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要一昧往前冲这样。还要加上各种的技巧，换姿势这样，那是20分钟，啊，这样就是老娘就可以这样。对啊，要求很低吧，很标准吧。聊聊你最为惊为天人、最美妙的一次，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突然好想要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因为单身一阵子。单身多久？单身大概半年。觉得突然好想要，就是那个氛围吧。那你怎样的氛围会让你觉得，哎呦，今天有机会哦？可能那个环境会让我觉得很浪漫，因为我喜欢温柔一点。最后留下你的 IG。YUJIE 底线0830。OK 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感谢我们 TT。